记者田伟伟综合报道。南韩大型选秀节目《普罗杜斯 X101》播出就掀起讨论，却也被踢爆不少争议。JYP 练习生男练习生尹瑞斌赛斌，或一尹书斌穿着校服，嘴巴吐烟的自拍流出，还对同学施暴，让被霸凌的同学一度想走上绝路，是当时的校园恶霸。由于这些照片应是他还没成年的时候所拍的，引起网友愤慨，强烈要求他退出比赛。尹瑞斌首集节目就登上冠军宝座，眼看星途一帆风顺，却闹出一连串风波。他隶属的 JYP 娱乐8日上午发表声明，以不符合公司方针为由，宣布和他解除合约，但并未说明是否和抽烟、霸凌等传言有关，因此他也将会离开普罗杜斯 X101。 而 MNET 电视台也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来修改剪辑他在节目中的曝光画面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JYP 练习生尹瑞斌101首集就成功坐上第一名宝座。图翻摄自爱奇艺台湾站，尹瑞斌在普罗杜斯 X101 首集最后一个压轴登场，节目可说是给足 JYP 娱乐面子。选择位置时，他为了争夺第一名的宝座，和当时占据第一名位置的练习生比腕力，最后抢夺成功，也因此获得节目最后长达一分钟的个人影像宣传时间，在101名练习生之中获得不少特写镜头。然而树大招风，节目播完后就有网友上网爆料，自称是尹瑞斌以前的同学，先是放上尹的毕业照加以证明真实性，先把照片上传，大家可能才会相信我。我把国小跟国中照片都放上来，接着放出几张照片，有疑似尹瑞斌穿着校服、嘴巴吐烟的自拍，也有疑似是他与同伴在 KTV 中的叼烟合照，前方还有酒瓶。上传时间是在2015年，目前19岁的他可能涉嫌未成年抽烟与喝酒。有网友爆料，尹瑞斌过去根本就是抽烟暴力的混混。图翻摄自韩网。不止如此，网络上更盛传尹瑞斌是光州地区有名的校园恶霸，从国中到高中都一直对同学施暴，还有人在校刊上写着不要再欺负 XX 了，他都快不想活了。但另外也有网友反驳，虽然尹瑞斌是运动科出身，形象比较强势，但不是什么混混，和朋友都和和气气地相处。托迪新闻云提醒，给自己机会，自杀防治咨询安心专线0800788995，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